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三月初五，诗篇四十二篇五十安尼讲：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有著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，所以我犹久要仰望伊。三个来祈祷，通予阮毋忘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无改变的上帝，你是真实无虚假的永存，你是疼痛无变化的天父。阮的心思意念，阮的活命气息，阮的所图谋甲计划，你拢知，甚至就是连阮的头毛，你也拢为阮所算了。主啊，你深知我的所有，因为我是你所创造的，是在你的恩典来生的。主啊，这些压力重大，让阮内面着急，面对着济济代志，阮看无头前的路，来担忧不住，总是主啊，阮欲毋忘你。因为你的面要向阮来拯救，阮犹久要仰望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